不希望说在你任内有哪所学校消灭了没了，我们都不希望这个现象发生。我经常在比喻，如果说你家里有四个小孩子，其中有一个小孩子是乱七八糟的话，我看你的教育也不是说完全很成功。不是说有两个三个很好，那其他那个最坏的你就不用算你的成绩，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列入，希望说你把这个太平港西呢列入这个积极辅导啊、哦、积极协助的一个个案来处理啊、哦、是跟你建议。那我还讲到空地活化的问题，空地活化当然有讲到大德国中这个海侧的山坡地，这是我小时候到现在它一直闲置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状况。以前军方在使用的时候是有靶场在那地方，那地方还有现在靶场在那地方。那这个海侧的部分呢是最漂亮的地方，可是我们闲置了几十年，从没有想说要去如何去利用它。当然它已经被列入大德国中的校地，所以我在这地方我要提再提出来，大德国中海侧部分如何活化你的土地，这希望你们相关单位去努力。还有中山三路103巷这一个和平里的港务局宿舍凌乱不堪，凌乱不堪，废弃房舍，杂草丛生，哪个单位去跟他取缔？他不怕你取缔，反正港务局钱那么多，我怕不怕你取缔？能不能活化土地是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如果市政府或是公营单位没有把空地活化的话，造成我们地方的危害，或是我们地方影响我们地方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应该的。和平里中山三路103巷一大片的土地，太白街137巷151巷这几块港务局的用地，铁路局他现在已经很积极在做了。西定路这个98巷那个地方已经弄得很不错了，现在作为停车场使用。现在中山桥旁边铁路局的土地他也在处理了，唯独呢我们看的没有动的港务局、军方的这个居人里那个土地上面都是说军方的土地，他甚至于把土地的都卖给私人以后把它围起来，杂草丛生，百姓的垃圾都往里面丢，这环境卫生真的很不好。居人里这方面你们要多加努力。台北他现在已经迁厂，将来这块土地有什么作为，有什么做法，我不知道，我请相关单位来告诉我台北将来这块土地要怎么样的使用，应该有跟你们提出计划，请你们相关单位来做报告。在中华路跟文化路那块台北的土地，他有跟你们提出什么样的计划？议长，报告议座哈，台北中山区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工业区的部分，如果会提计划的话，那第一个会碰到是都计划变更的问题。不过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他新的一个任何一个计划的一个部分申请。好，那就报告。上次我也提到了，我们乐一路81巷。道路破乱不堪，私人土地，可是是既有的道路，乐一路81巷哦，到现在还没去解决。那条路脏得不得了，没有人定期去做
维护，整个路面破烂不堪，没有人去修补。你要叫他私人土地去做维护，他说我这个土地是给你们市民去用的，我又没有跟他收钱，所以这点你要去处理啊。谢谢。那我针对这些问题啊，希望说你们市政府呢能够下去的时候再注意哦。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再私底下问我。谢谢，感谢各位，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杨时成杨员的市政总咨询，时间到。我想下一位是由吕美玲吕议员，9:50准时开始。
好，我们这个阶段由我们吕美玲吕议员，市政总咨询，我们计时开始。主席、市府团队，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我的总咨询哈，我想请我们的市长到备询台来，谢谢。大家也看到了，我这边拿了非常多的这个菜，想要请问一下市长，你吃很多蔬菜吗？哎，还好。还好。那你知道现在的菜价跟之前台风前跟台风后的菜价相差有多少？确切相差多少我不那么清楚，不过上前阵子我去菜市场，大概是比以前贵了蛮多。比以前贵了很多哈。好，来，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温习一下哦。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现在的叶菜类，今天最新消息哦，它降了3-4%。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两颗大白菜，哦，它每一公斤是39块，每一公斤是，每斤呐、啊，不是公斤哦，哦，每斤是39块。所以呢，不是，这个哦对，39块，所以这两颗是48块。好，这个大家，我稍微拿起来哦，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高丽菜的部分呢，我刚才拿到的是这个大白菜，我们这个大白菜呢，一公斤呢，不是一公斤，叫做美金，哦，美金。现在美金不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大选的关系哦，不知道美金涨还是跌。好，我们这个大白菜呢，美金是39块。好，高丽菜，有人昨天有人去问说，他买了一颗高丽菜是200几块，可是呢还好，我这个朋友卖的还蛮便宜的，他每斤是69块，所以呢这一颗呢是91块，91块，这半颗91块，所以一颗也将近200块哦，200块。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啊，我好像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帮忙把这个拿下来一点哦。好，地瓜叶是叶菜类哦，它降最多。之前这个呢是69块，现在呢它剩39块，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哦，剩35块。我们要感谢谁呢？感谢警察，因为警察一查以后呢，真的菜价哦，警察说啊，我只是去询问。可是你知道吗？等一下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绿花椰菜，一斤呐、啊，这绿花椰菜，一斤哦是39块，39块，好、哦，来，39块、哦，这个叫做马铃薯，它现在一斤呢，一斤是26块，我买了这一颗。现在才9块，我为什么要说它才9块？上个礼拜我到中山一路的菜市场去买了同样的一颗，跟这一颗是一样的，你们知道几块钱吗？20块，20块，我还存在着，我没有把它吃掉。我跟我老公决定把它种起来，让它繁衍子孙，啊，那都摊丢啊，20块。今天呢它9块，真的要再一次感谢警察。红萝卜一斤是58块，所以呢我买了这个红萝卜，这个红萝卜3条39块，哦，3条39块。其实我跟我老公都是素食的，我们吃素，前一阵子我们都当贵族了，贵松松，我们都当贵族，因为我们每次我们的一餐的菜买下来是比之前的要3-4倍，所以前一阵子呢，我们有一点便秘，因为我们不吃菜了，因为吃不起啊，吃不起哦。所以在这边呢，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市长，你怎么样对于基隆市的这个物价，平抑物价，你想你怎么做？
你有没有一套的做法？可不可以简短的说一下？谢谢。我想，物价的一个平衡，其实平常当然我们维持物价的一个稳定。那第二个，如果有天灾或者说有这个紧急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我想当然是针对这个灾害的类型来做处理哈。如果是像刚刚这个吕议员所提到的是台风的话，那当然相关的叶菜类的这个产地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哈，所以我想那部分的价格当然会变得很高。那在我们基隆端呢，基隆市这边，因为我们是消费端，我们不是产地，基隆大概没有产地哈，所以我们大概都是只能仰赖这个批发，也就是果菜市场这边跟这个产地批发的取得货源来这个供应我们的市民。那另外就是在大型的超商的部分，它的来源就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他们有一些冷冻的这些库存的蔬菜，那我想包括刚刚吕议员在讲的花叶菜、胡萝卜或者红马铃薯等等这种比较根茎类的这些蔬菜呢，基本上是有冷冻的一个库存，那也有比较大的一个量可以来做平抑的一个动作。那如果是生产周期比较短的，像是地瓜叶或者说像白菜，那可能它会受到产地的一个影响，那可能价格会比较高。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很那个就你我们的果菜市场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你就没有办法来做溢价物价的平抑，对不对？不好意思，我想这一部分应该是全国性的一个课题。错了，现在没有风灾，也没有什么自然的灾害，也没有人祸。来，我们来看这个胡萝卜。我刚才说这个胡萝卜啊，一斤，这个红萝卜一斤是58块，它也就是两箱两箱卖哦。记不记得，好像上个礼拜的时候，警察去查到了有一家，应该算大盘商吧，他库存了这个1000多箱吧，然后呢他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库存这么多，所以呢就给他罚了6万块。可是1000多箱对他们来讲不多，因为胡萝卜是要卖多少，是要卖一年的，所以呢1000多箱其实没有什么。结果那个大盘商，好啊，我被你罚6万了，没关系，我都不爱背啊。那不卖的话，他就让别人去卖了。当初在他查的时候，当初这个红萝卜啊，这个一箱啊是1300块，1300块20斤哦，1300块。后来昨天的价格是1500块，今天的价格，也就我今天买贵了。今天红萝卜的价格是1700块，没有风灾啊。那为什么警察不查了？所以这个查这个东西啊，就作秀。上面呢要作秀呢，就拿警察啦来开刀。所以呢，有人问我说：“这个菜啊跟这个警察，这个看板怎么会结合在一起？”我想要请教各位哦，包括环保局也好，我们的卫生局也好，甚至连财政处啊，我们产发处、社会处啊，包括我们民政处，这个联合稽查是哪一个处局处主导的？产发处哦。好，来请问一下，哪一个局处你们不用警察来协办过你们的业务，从来不需要的，有没有？没有的举手。都有吗？我们的警察是样样都去管。我刚刚为什么要讲到呢？产发处最多的嘛，对不对？抓什么砂石车啊乱倒弃土啊，在那个水土保持啊等等的，对不对？昨天讨论的这个街友啊，社会处也硬要说啊，一定更才爱去游。这个教育处已经都没有关系了，但是还是要啊。每次毕业典礼的时候啊，一定要去两个警察哦，就站在门口，就怕出事嘛，对不对？尤其现在教官已经没用了，打教官的还是有哦，中南部还是很多，但是我们还好，基隆市没有，但是还是在才能门前这个门
人啊的名字就叫做警察。哦，电动玩具业者也是一样啊。那交通更不用说了，市长，你每天下来的时候，哦，或者是你行经的时候，都是警察在帮你维护安全，对不对？你的随护的名字就叫做警察。酒驾要不要取缔？要。取缔的结果呢？追车的结果，往生了。结果怎么样？大家还会记得吗？你们还记得那个女的女警的名字吗？你们现在还会想起有一位警察，为了追酒驾，为了维护其他人民的安全，牺牲了自己，而为这一位，他本来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情何以堪？结果怎么样？这叫做什么？今天公祭，明天就忘记了。对。然后呢，上面的长官呢，你要绩效；下面的基层呢，就拼这个绩效。哦，你要政绩啊，他就去拼绩效。结果呢，你到署里去进官，进爵加官，他到灵堂里面去加冕，这个就是我们基层员警的可悲的地方。我们知道毒品进入校园很久了，到现在还在。我们知道基隆市，据说了，哦，我现在也不能随便乱讲，三分之一开那个贝努的，开加嘎的，开 BMW 的，或是开那个 Lexus 好几百的，有三分之一听说都是毒贩。而且呢，我们校园的沦陷已经到了国小六年级，我们的高中职呢还有贩毒的这个小朋友。可是呢，我们永远都是在抓吸食者，我们抓到的贩毒的都是那些未成年的人。但是那一天，那个已经上亿、拥有上亿财富的这些毒贩，我们很少抓得到。可是你知道，要抓一个毒贩要跟监，然后埋伏，哦，跟踪等等的，他要花多少的时间？有的时候计程车钱是自己付的，便当是自己来的，没有办法报账的。好，你抓一抓，过了高速公路，收费也没有，也没有办法报。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觉得很可怜我们的警察，你们每一个局处都要警察来协助，但是警察最重要的，他嘛是刚刚你赶快有24小时，我们的社工人员24小时，我们基层公务人员24小时。但是24小时大家是不一样的，你们8小时上班，中间还可以吃个饭，那他们24小时全身都是紧绷的，每天都在 stand by。 当他吃饭的时候，哎，有一通电话，看到了通缉犯或是哪边紧急发生的事情，他要丢下来就走了。当他准备要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一看到自己穿的这个警察制服，观感不佳，就不敢去了，即使巴豆摇啊被洗。这个就是警察，看看警察不到40岁他就有糖尿病高血压。有人说，哎，糖尿病是富贵病啊，可是实际上不是的，糖尿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运动啊。那你就说有啊，他们外勤有啊，可是那种超那个是叫做训练，跟你放松心情的运动又是不一样。所以在这边呢，我是想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财政处跟我们的市长，你们是不是有在这个预算里面编一个补助款？这个补助款就是办案的补助款，不要告诉我有办案奖金，大家都知道，可能你们不太清楚，办案奖金从上面发到基层的时候，出哇这一个便当钱，对不对？啊，不然的话就送破案茶叶，你们不要再送破案茶叶了啦，茶叶恁长呀不够得背后啊，对不对？所以呢，局长或者是财政处长，你们不是局长，
这个市长跟财政处长是不是可以考虑未来对于办案，尤其是这个毒品的办案跟诈欺的办案，你们可能不太清楚，诈欺办案你知道要抓到一个诈欺集团要多少天，已经不是用天来计算，叫做月，而且一抓就是一两百个人，你想想看，一两百个人做一下笔录，一个案件做一下笔录，一两百个人做一下笔录，你想想看需要多少天，而且他是要马上做啊，所以他又可以休息吗？当然24小时没有办法，48小时继续是稀松平常的，这个就是警察。所以想请问一下，补助款的编列，市长你觉得可以吗？财政处长你觉得可行吗？请说，谢谢。我想这部分哈，是不是先请我们警察局王局长哈？请不用找局长，这个预算的编列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如果我要问王局长，我就直接请教他就好了。没有，我想吕议员是不是预算的编列必须依据他们组这个机关他们的需求？我知道，所以我想问你，这个需求他们敢编吗？你要不要体恤警察？你只要说一句，你其他不用讲，你要不要体恤警察？然后你主动提出来。我想你只要告诉我你想你愿不愿意就好了。我想这个是好事啊，是好事。好，那是好事，你有没有想到主动的提醒局长说，哎，局长你要去编啊，你要提出来啊，你想不想主动提醒他？我想过你愿不愿意主动提醒他，你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意。我想这个是好事的。你想，对，不要用想的，我们 just do it， 我们就做它。来，请问一下，谢谢你要不要去提醒他？谢谢吕议员呐、啊，不用谢谢我。这个局长，我告诉你，需要会来警察来，谢谢。所以你到现在，所以现在呢，好，因为我们这个市长模拟两可，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没有什么，所以我要警告全国的警察，包括我们所有的基隆市警察，听着，活着回去比什么都重要，活着回去比什么都重要，活着回去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你只是一个补助款，你只那你给我当家安尼一起搞我安尼花，啊你都唔免啊，对不对？我有钱，我会讲，我有钱，我都家己提给伊。不用，我还没有请你回答。我今晚要跟你讲，而且我自己有钱，我就会私底下给他们。很简单嘛，他拿他的命嘛，他拿他的健康嘛，他拿他的家庭牺牲家庭的和团聚来换取的是什么？我自己跟你讲，你补助可能了嘛，对不对？他们破案，或者是说他们真的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摕家己钱的真多啦，啊，你有了解啊不？你当然没有了解。你每天只是想我要绩效，对不对？我自然一定要拼第一啦，如果第三你还嫌不够啦，对不对？然后呢就觉得在民调上面我得了什么。可是这些民调有多少是警察同仁拿他的身体健康拿他的生命换来的？这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没有，现在已经没有打仗了啦，所以呢国军也不需要有这些将军了。但是这个词可以用在我们警察的身上，对不对？之前谁当了署长，谁破格从上面从那个本来只是一个刑警的，然后呢直接就当了署长，那都警察都拼过来，拼无过，官差内面都倒会困难，嘿，啊拼过啊，吼、哦。都要有贵人提啦，你才有办法升官进爵加爵了，对不对？啊，不要魔鬼，撒尤娜拉再见了啦。这个就是警察血淋淋的写照，所以在这边，我只能说，警察同仁啊，在这边要呼吁大家，活着回去比什么都重要，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哦。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局长啊。在这个绩效方面，常常讲要的是绩效，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说酒驾很严重，
别的地方的酒驾啊，非常非常的严重。基隆地方的酒驾就明明今年就发生数才三件，你要每一个分局都要有三件，嘎嘎起来四个分局十二件啊。假如一年只发生三件，你要他十二件，你叫他去倒位吹啦，对不对？甚至有些啊，我这明明没有电动玩具，你要我去破获电动玩具，对不对？每一个人一件啊，我这个辖区就没有嘛。然后还有诈骗也是一样，窃盗也是一样，可是你就自私的摆摆摆，没有发生数，哪来的破获数呢？所以呢，请局长哦，是不是回去研拟一下，回答我一下，你的绩效是怎么样制定的？未来是不是可以以发生数，然后来制定它的绩效？我可以跟您建议一下，在美国，我们都以美国为榜样，美国。他怎么样来定他的破案数呢？他是发生数的三成。你一定会说哦，不可思议啊，就都是嘟嘟后案呢啊。如果我们要比他更伟大的话，我们两倍六成已经不得了。可是我们现在是什么？人起码的破获这个破获率要达到几成？高行啊。所以啊，我常常劝人家，在基隆绝对不要来犯案。尤其重大案件一件都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是随犯啊就随破的。可是呢，这些随犯随破，我们市长叫你讲那一点点补助，你还给我嘀嘀嘟嘟哦，真的是让我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呢，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局长哦，用书面的来回答我这个绩效的制定跟未来破案率，还有是不是研拟一下哦，你们自己编经费，像说不管是诈欺也好，毒贩也好，因为这些人在追这些毒贩的时候，他要经过长期的埋伏啊，长期的这个跟监啊，经常他都是自己掏腰包，可是掏久了哈，当然啦，年轻的时候有正义啦哦，年纪大的时候他要养家活口，立马稍微的体贴一下，是不是要编一个那个补助的经费哦，所谓的办案费用哦，应该要编一下。就我们请那个局长呢，就是在下个会期之前哦，把这个东西哦用书面回答我。好，来到这边以后呢，想要请问一下市长，你对这个我们的经济发展哦，我不知道是有意无意，反正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基隆语。你刚来的时候，基隆屿还没有开放，因为那时候讲说大概换个市长，我们基隆屿就会开放的。然后你说不行，因为码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呢、去陈情啊，到最后没办法，那些开船的人啊、甚至把渔船就卖掉了啊、因为他经营不下去，没有办法登岛嘛。然后呢，当然比较庞大的人他继续苦撑呐、一个基隆屿没有办法登岛，人家那个龟山岛啊，哇，活络得不得了，而且呢，又再度的让宜兰啊，在这个春夏秋，大概现在这个十月之前呐、非常的活络，他们是又重新整理再登岛，然后呢，带动他们经济另外一个新景象，非常的这个活络就是了哦。那但是我们的基隆屿啊，冰冰波啊，那个跟你讲会使，你还是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已经快要两年了，从你上任到现在，你想想看，两年如果那时候他不赶快卖掉，他是赔一两百而已，如果不赶快卖掉，大概就赔死了，因为那一艘船要一两千万嘛，然后呢银行的贷款，所以那个时候当陈情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说啊，吕远，你唔好阁讲啊，吼，阮吼较紧卖，无吼卖晒，啊，我叫因吼较紧吼叫去找别个头路，吼，啊无吼，迄贷款的那个利息压力压得他受不了，他说无吼，可能会跳海，我讲唔好安尼啦，吼，结果他赶快卖掉，他真的比我聪明，他真的了解您，他了解市政府的效率，所以呢，我真的是不如人家，啊，那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研究的怎么样？我们的基隆屿
未来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告诉我？很简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管是基隆市民也好，观光客也好，什么时候可以再登基隆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谢谢。好，谢谢刘议员。第一个，刚刚你讲那个船的事情，不晓得是哪一家公司哈，但是我知道的是，最近好像有新的船下水了，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说明。第二点，宜兰的龟山岛哈，现在并不属于宜兰市县政府在做管理，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现在应该是东北角风景特定区管理处在做管理，所以也就是说，龟山岛上的一些设施，包括码头，是由东北角风景特定区管理处来做建设跟维管工作。那另外就是龟山岛，它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鲸豚的一个活动，哈。那你可以不用帮我介绍龟山岛，所以我们每次问这个 A， 你就回答 B。不要拖时间。是，我想应该要说基隆屿，你不用说明。好，你可以告诉我啊，现在不属于宜兰县政府，不属于宜兰县政府，游客还是去啊，还是创造宜兰的观光龙景呢、啊，对不对？你管他是谁？我现在问你的是，基隆屿什么时候可以登岛？是，我在跟吕议员回答哈，因为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基隆屿的一个码头的一个设施啊，我想我们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它很重要，是你们要去做的。我现在就问你，它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很重要，所以我才问你啊，它什么时候可以登岛？你预计好了？如果你说啊，我不知道，啊，你就搞公，你不知道的话，不要浪费时间，因为它很重要的东西是你们行政的流程，公务人员要做的事情。我如果想要了解，我会问你，所以你只要告诉我基隆屿什么时候可以再登岛。谢谢，我想必须说明清楚哈。基隆屿如果码头要修复的话，要7000万。那这个我们已经完成相关的一个规划。好，你们的规划里面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要把它修复？我想有没有说有没有规划修复？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修复的时间，有没有在你们的规划里面有没有？我想因为经费非常庞大，要7000万。对，没关系，所以有没有预计你要去跟谁要啊，然后要几年，然后几年以后可以修复，有没有？我想我们现在正在跟北海岸风景特区管理。那有没有预定什么时候？没有。好，我们还是必须要跟他们谈。好，谢谢，非常感谢哦。所以啊，我们每次问一个问题，你就一直跟我们讲到漏漏等，你从序言开始不需要，因为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结论。一本书是，可是我们一本书是嘛，这个一本书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你前面的序言目录什么我不需要，我只要看我想要的，所以我不会把你整本书都看完，我只要看，对不对？好，都市计划内的公共实施的数量，我只要看这个，所以你不需要跟我们讲很多。一本书我相信你们家有很多书，你不是从头到尾都看完一样吗？我今天就想要问的，基隆屿什么时候可以登岛？所以我在这边跟所有的基隆市民讲，到目前为止基隆市政府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登岛，就是这样。好，谢谢哦。来，我们来看看哦，这个最近呢也发生了非常多的这个弊案，包括这个地震的弊案，包括这个教育处的弊案，还包括这个环保局哦。我不知道说可不可以说弊案啊，哈，环保局是说人家说你那个司机啊，人家还赖给我，还报纸也写也弄来给我说啊，你就明明登报啦 啊可是你们都用口试啊，就随便你们讲啊，对不对？哈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很不公平啊。这个东西就有涉及到你们的清廉的问题啊，包括地震不管怎么样已经被起诉的，他是用那个伪造文书，实际上太轻了，其实他是有贪渎的问题哦。这个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这个营养午餐哦也被爆了，当然就是说有些人讲说有些校长是被误会的啊，有些是说的确这个校长有特别偏爱哦哪一家厂商，而且这个厂商呢也弄了很多年，那都在隔壁啊，为什么不合起来哦？像仁爱啊，这个信义啊，就在隔壁而已嘛，那为什么就不要一起来做营养午餐，不是更好吗？那再像这个的话哦，我想要问一下哦，我们怎么样
来订定一个比较公平公开的，而且让老百姓比较觉得相信市政府的一个人员的甄选办法，啊，包括不管是你主管单位有这个权利，我拿到非常多推荐的名单，我觉得这个推荐的人很好，我就使用他。你怎么样来定一个办法？因为发生了都发生了，但是我们要检讨。所以未来不管是临时的也好，有一个月的，有三个月的，有六个月的，有一年的，约聘雇也是一样，有三个月的，有六个月的，有一年的，包括这个临时的跟约聘雇的等等，你要用什么样的机制跟办法可以让我们的老百姓相信我今天有这个能力，我符合资格，然后呢我送交这个履历表，哦，我就可以凭着我的能力，哦，不会因为特别的原因我被刷下来，哦，让老百姓他总是有一个期待，而这个期待是相信政府是连人的，相信我们的政府是要用人的。否则呢，说实在，过去呢很多的约聘雇造成了基层的公务人员的困扰，市长你可能不太清楚哦，因为你没有做过基层公务人员，那我们也没有做过，但是我们都会去请教他们的困扰是什么。找了一个约聘雇来分担他的东西，结果一北票北票公布北欧，然后呢区域已经填满了，变成他隔壁的他要帮他做，然后呢他只要去发抱怨或牢骚或者跟上面讲，不得了了，他做的事情又更多，所以从此以后市政府里面都不会有声音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甘之如饴。如果再弄的话，本来只有两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两个人工作，如果你再讲一句话就杀一狼，看鬼断不合理，而且还要让你加班，那你也是知道加班超过了一定时数就没有加班费，应该知道吧，你们各位都应该知道吗？没有加班费嘛，哦，所以呀，他们敢说吗？当然不敢说，所以他们宁愿这个缺是保留着，干脆你就不要找人，那大家还可以分，你一找人坐在旁边的人就倒霉了。所以现在我要问的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就算了没关系，因为你如果我再问你，你就说啊前朝留下来的余毒，好，那就算了，好，你说余毒那么多我也搞不清楚，那现在我们从今天就开始，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机制让真的有这个能力的人他有办法透过，他不管是透过一些地方士绅也好，民意代表也好，甚至呢市长的好朋友也好，他有办法透过一张履历把他的学经历证照给你看了以后，你是怎么样选材嘛，对不对？然后来认，你有没有这样的一套的机制跟办法？可不可以简短说明，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谢谢。好，谢谢。我想现在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机制跟办法。好，那如果留意人认为这个还不够的话，我想我们也可以请我们人事单位来做相关的一个。哦，你有相关的机制跟办法，你说现在就有了，是发生事情之前呢还是事后？本来就有，那你为什么还发生问题呢？那你就领导无方嘛，你先不用讲话，你问到我方都已经有这个机制了，哎，还没有要你讲话哦，请你那个先不用回答，都已经有办法了，那你还要让它发生事情？好，既然是这样，你既然说有办法，那现在发生事情你怎么处理？我想几个部分，你讲的第一个，不用讲几个部分，我问你，你就直接回答我，你怎么处理发生事情，包括营养午餐，包括地震的弊案？好，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处理。我想几个部分，不要几个部分，你怎么处理？那至少两个部分，前言不用讲，一个地震处，一个教育处，这两件事情。好，那你地震处怎么处理？我想第一个地震处啊，现在在检调，在调查当中啊。那刚刚吕议员所讲这个检调调查，那是检调的单位的司法的问题，行政，对不对？这个公务人员伦理的问题，我想这一部分调查都还没有结束啊，而且这个政风还有地震处，其实他们也有上牵起来，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做行政的处理？哦，对的，来，谢谢。这个政风啊，尤其这个政风啊，更不应该。你政风不是独立的吗？对不对？
涉案的时候市长都有涉案呢。地震这个案子，来，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来，来，你等一下，你先听我讲，等一下我会有时间让你回答。郑峰，可不可以到前面来一下？来，我告诉你哦，每一个人都有涉案呐，所以我讲到涉案，并不会说你一定又是，不然的话我就说你就是当事人，不是？你想想看，他所谓的高层，郑峰哦，我们都学法律的，他所谓的高层，当人家来跟你讲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去通报市长呢？因为那个高层一定是层层层的嘛，你要独立呀，你具有独立监察的作用啊。你政风跟那个主计不是都是一条边吗？中央一条边吗？没有，不是哦。你中我来来，政风处长啊，哦，来请问一下，你们政风是不是中央地方一条边？你回答，是不是？是的。是吗？所以呢，当这个案子有涉嫌的时候，他所谓的上层，你就是除了你们政风以外，你是不能泄露的，哎，你怎么还会去把这个案子报告给市长呢？我可以跟你讲，所有的人包括市长都是涉嫌人，因为他叫做高层。好，市长等一下我会给你时间讲嘛，这个是一个法律位阶的问题嘛，对不对？政府我问你，涉嫌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报告吗？请你回答。是报告李议员啊，这个案子当时我们接受到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启动行政调查。那这我们行政调查结果，我们跟市长报告，因为行政调查的结果为什么要跟市长报告？如果我说他是涉嫌人之一呢？因为高层嘛，你怎么可以去跟一个那你就不用跟你讲了啊？所以其实你犯了泄密罪，你不用再回答了。这个东西我希望司法单位一起。吕远，我觉得这个不要混淆视听了。好，因为市长，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这样子。当所谓的高层的时候，实际上呢，每一个高层，包括市长，就像总统，像现在不是也有犯了泄密罪，昨天才出庭啊，人家总统都出庭了啊。我真希望你也要出庭去回答一下。吕远，我想请了。好，不用再回答了。这个问题的话就不需要。你留着时间，你找你们的那个，你们也有一些护航的议员，让你去回答就好了。因为这个非常的清楚，所以政风处长，我是非常的怀疑哦，我十分合理，应该说，我十分合理的怀疑你真的有泄密，你涉嫌呐，哦，这是我十分合理怀疑，因为这个东西高层嘛，到最上面，就像人家去告总统一样嘛，对不对？他也是认为说，哎，特侦组跟他是最亲密的嘛，啊，特侦组怎么可以去给他讲呢？所以他也是有泄密罪啊。好，郑峰处，请你处长，请你回座哦。好，市长，我想要问一下哦，刚才那个的话，你就请别人回答，因为我觉得你回答都没有意义。好，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哦，我们的这个建筑啊，一个建案的建造啊，我想问一下，今年，哎，不要说今年哈，从一月到现在。你发了几张建造，大大小小的建造？我不清楚。你不清楚那个，多发处是清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的话打电话去问没关系，我继续问市长其他的问题。好，你不清楚哈，那我想要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建造的申请的流程？你知道不知道？细节我不是很清楚。细节你也不清楚。请教徐处长。哦，好，那。处长，等一下问一问以后呢，请你到备询台来，我要问你有关于建造申请的流程哦。来，这边我先跟你讨论一下，我们建造申请的流程啊，它有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这个建筑线的审议，你们有一个计程巷道审议委员会，哦，主办单位是土木科。好，第二个呢，你们有所谓的都市计划的审议，哦，第一个就是基地面积，第二个楼地板面积，第三个土管，主办单位呢就是那个都市设计科。好，第三个有环境影响评估的审议，第一基地面积，第二住户数，第三个住宅类别外的特别规定，这个是环保局。好，第四个有水土保持计划审议，计划书的审议，
就是坡审，这个是龙宁工程科，也就是产发处。第五个，山坡地加强审查，基地的面积超过多少，这个是建管科。第六个，共构审查，也就是建筑结构与挡土墙设施有连结，这个是建筑施工会。第七个，配置审查，基地平均坡审，这个是建筑施工会。第八个，绿建筑，也就是配合环境影响评估审议时，这个是绿建筑的协会。好，他都按那啰啰等跟你讲完了呢，总共有八大部分，涉及的机关有1、2、3、4、5、6、7，再加上都发处的话，大概就是八个。审查的时间呢，刚才第一个建筑线大概三个月，都市计划审议3到6个月，环境影响评估至少8个月以上，水土保持3到6个月，坡审3到6个月，建筑结构3到6个月，这个配置审查3到6个月，绿建筑时间不详。啊，你嘎嘎起来了，一个建造大概要超过2到3年，你想想看，谁敢到基隆来盖房子，或者是盖任何的建筑物，不太可能。好，看了这个以后呢，我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唉，你知道为什么？前阵子啊，我们到了那个阿拉盖的，那个最不民主，现在还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到了济南市那个匪区，我们到那边去，你知道吗？他们带我们去看他们的都市计划，我们恨透了，晚上做梦还在恨他。那个整个都市计划到2020年，对不对？他们只是一个奥运中心啊，就有20个标准国际标准的这个网球场，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池就好几个，还有室内室外，室外的他们的市民啊都不用钱，室内的它的价格一定要比民间经营的还要低。最重要的，我们是跟你讲这啦，我虽然看了很多，恨死他们了，对不对？嫉妒死了，真希望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哎呀，好，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统一窗口，他们正在做。他们讲一个建筑，他们是真的每一层都是，所有的承办人员跟后面的科长是分开来的，一层好几百平，全部都是相关单位，全部都在一层。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都到上面，但是呢，他绝对不会让你承办人员或者是来申请的当事人吵成一片杯啦，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建筑执照，包括都环境影响评估啊，说实在的，他说最快啊，最快1个月不到就可以了。对啊，而且啊，他要做给全国看啊，真的就是这样啊，人家就觉得你怎么做得了？对，不可能啊，啊，盖章也要盖好久，没有，上面有一层都是负的在上面，但是主的一定授权给他。你讲这西阿拉噶，你看没呀？西拱山洞，对不对？啊，怎么那么的比我们还要棒？对，啊，不应该的啊，吃共产党奶水长大，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民主的比他民主呢，我们自由比他自由，我们法治比他法治呢。啊，为什么他可以一个月？啊，他们统一窗口为什么做得那么好？不可能，对不对？我们看错了，我要眼睛要闭着，我耳朵要捂住，对不对？错了，我一定是被迷惑了，对不对？我吃了什么样子的那个迷魂药，所以我看错了，我听错了。来，所以呢，想要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处长，我们这一年呢，发了几张建造
平均一张建造都是几个月，多久的时间？我不敢说几个月了哈，多久时间？报告议员哈，105年的发建造部分是32件，然后变更设计的部分的建造部分是73件，然后我们目前统计，因为我手上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不过我们其实我已经建议他们每一季都要报一些数，就审查数据给我。那我所看到的是32件在我们自己的行政的程序的部分，大概都是2个礼拜上下。然后重点其实是刚刚议座所讲的，例如山坡地环评、路径计划、土地设计。你可不可以用那个麦克风？就重点现在碰到的问题，其实是刚刚议座所讲的那个取得建造之后相关法令。跟相关建筑相关中央一些法令之后，有很多的新的程序在那边去做，因为做完最后才能发建造，然后另外还是发使用执照，这样的程序，所以造成在其他的作业时间是拖长的，这个事情是有的。那这个事情其实是全国都面临的，是。然后基隆大家也清楚，基隆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件事是我们属山坡地也比较多。好，所以那坡审的部分跟这些东西也会涉及到这部分。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一直请同仁想尽办法，就是一些检测便民跟 SOP 的事情可以去做。那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东西已经在执行的，就是开放空间跟都设计的部分得并审，然后这个积极推动。那这个东西就这两个的审查可以减少，可以做得更多。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是都设计审完之后到建造的时候条例的勾稽，这是处本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勾稽的部分在下一次都设审时候就实施，那这个也实施也可以就会减少这个时间。啊，另外一个其实是有关结构跟波审，结构外审跟波审这部分，因为有些东西是要委托相关工会去审查相关部分，建筑师工会，对。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建立比较快速的 SOP 跟行政的程序，那这个东西其实科内也在去做的。那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其实另外一个挑战其实没有错，就是人力的问题。好，那所以我们这几个东西我们并同一直在去想办法去讨论去做的。好，那个市长哦，那个我们督发处有这个人力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说督发处要建立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城市的形象跟印象的话，督发处的人员你有没有想到要把它增加？你只要说我们其实已经增加了。你们增加了多少？他原来是减少的。我们现在增加一名。增加一名，那你在建管部分，那我问你，那你现在在编制里面你还少几名？实际上这个要去细算，我们现在没有细算。编制里面编制的额度都还没有弄满啊，对不对？你增加一名，我马上要增加一名，对不对？你们以前资讯室的多两个人，还是我去争取的，结果一个还给我调到别的地方去做事。那请问要顺便提一下，资讯人员现在有几个？市长，跟那个督发处没有关系，他不知道，资讯人员不属于他，行政处吧。我们现在的那个资讯人员有几名？专责，你就在这边好了。行政处是不是？行政处。你就原地讲吧，你坐着讲都没有关系。你告诉我，研讨书报告好。我们目前编制总共禁用有3位，合理那个编制员额，目前限制有3位，对，其余都是月评估的人员。是不是？来给他回答一下，是不是？是。是，好。那现在呢，督发处哦，你可不可以回去看一下你的编制的额度有多少？然后呢，你们要增加多少就要去增加，你要提出来啊，不然的话你又给市长有借口说你们又不提出来，对不对？你不要回答了，回去的话要被打屁股了。你回去坐。吕议员，那个督发处是增加6名，没有关系啊，增加6名，他自己都不知道。全处增加六名，对嘛？他是全处那个不一样嘛，对不对？好，那个督发处，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个厂商？
从这个从两年前，就是还没选前，他申请一个杂项证执照，到现在那个杂项证照执照都还没出来，是不是有这样？可能你不知道，回去好吧，你回去看一下。我现在就在跟你讲的一件事情，唉，实在是偷大亏。人家统一窗口一个建造一个月都出来，咱是一个杂项执照，杂项的哦。你去大楼，迄都卖个讲，我叫伊哈紧都转去，无都会死，但免咱给人，就叫他不要了，他还要硬这样。不相信我的话，我不是先知，但是我只知道我们的习性是这样。一个杂项证照到现在，你知道那个案子吗？我不知道。啊，你不要，那你就不要回答。来，我现在跟你讲，你回去查。我们会来查清楚。好，你一定要回去查。不太可能两年。对，我现在跟你讲，我都有凭有据嘛。一个杂项证照，从你还没来当选到现在，还没有给人家下来。我现在感慨的是，还西阿拉噶，几个位建造的哎，那杂项证照哦。我应该要那个哈，杂项证照我要微笑一点，不然呢镜头在我这边都不好看。杂项证照到现在快要两年了，都还没下来。然后呢，我们去考察的结果让我们真的痛心。痛心是什么？对不对？那阿扁贵赢嘛，二十年前，不要说二十年，十年前我们都比他好，对不对？可是现在呢，人家积极的求上进哦。所以在这边呢，我认为督发处应该要再加强哦。你讲的那32件呢，都是小件的哦，都是小小的，那大的话就不用讲的哦。这个所以啊，现在啊，在这个北北基桃啊，大家就在讲给人没去，给人去温室无疑哦，所以很可怜。我们现在啊，被人家看的就是说是一个王死城翁西霞，你知道翁西霞啥意思？哦，你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觉得你是很棒的一个市长，哇，基隆一定有希望，他一定会改变。所以呢，看着你的面子，看着你的形象进来了这个城市，结果呢，有些啊爬都爬不回来，他就要在那边一旧的没下，好啊，有些死在那边了。所以我才说叫做翁西霞，真的很可怜。你可以去问这个不是我讲的，好，哦，我只是识人牙慧，对不对？所以呢，也没办法。好。现在还有一个哦，想请问一下哦，那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计划，我们基隆市议会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好，我想知道说你们的这个执政党同党的会不会知道？是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啊，你把那么重要的一个案子，这个市政府要迁移，哦，准备要放在我们这个公车修理厂，这个这么重大的案子，怎么都没有来跟基隆市议会哦讨论一下，都没有哎，我不知道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呢，当你报纸一登的时候，哇，不得了，我们的LINE也好了哈，哦，FB 的那个简讯也好，或者电话也好，又开始接不完。按理说，我们如果跟人家讲啊，我们也不知道。按理说，我们是不是该死？一个议员怎么会不知道？这是经常被骂的，因为你们经常做的事情都从来不尊重市议会。一个这么样重大的事情啊，如果你说啊，这个跟区有关系嘛，啊，至少还是中正区，你嘛搞我修讲一下，搞我透透一下，你嘛无啊，害我被一问三不知。所以呢，我想要清楚的知道说，那个地方，那个使用分区督发处是不是？请问一下，那个公车处修理厂使用分区是什么地目？据我所知是商业区。对，商业区嘛，哈，财政处处长，来，请问一下，你坐，你请坐。财政处长，请问一下，当初你们评估那块市地多少钱？
你们后来来抵了啊，说你们准备卖掉啊，然后呢增加市库多少啊，你记得吗？那个公车处公车修理厂那一块是财政处还是主计？不是，在我这边我是没有提这一块要抵的、就是、那你们上任对吗？啊，你们上一任的时候你没有接下来吗？都不知道有这一块。主计呢？主计可不可以回答一下，当初的时候这一块说要抵多少钱？我不知道有这块，你们也都不知道哈？对呀、啊、这个政策都没有延续呀、啊、市长你也政策没有延续呀、啊、那一块本来是用商业区，我记得那时候苏议员还说几赔计就爱赔几百万啊，一千多坪就多少，对不对？还蛮贵啊，一个十亿十几亿，对啊，你拿这个非机关用地又是商业区的精华区，你拿来盖市政府，你这样讲吼，歹势，讲一个较无好听，我就了不要紧。因为呀、啊，这是老老哎，这么多届的市政府，没有人敢去处理的。大家如果处理，一定用精华区的商业区的那个土地买卖去给他处理。啊，你怎么可以去做市政府呢？市政府哦，用地，等一下我们那个张议员呐、啊，他也会告诉你，他一定会告诉你哦。市政府哪一块地不用钱，对不对？啊，你要就一定要把我们牺牲掉我们的精华区，然后呢，一定要去用那个非机关用地的去盖市政府。这样以后啊，拍天啊喂，我妈不知道要怎么讲。所以呢，在这边哦，等一下请市长哦，好好的回答我们的耿辉兄哦，到底呢，你的市政府哦，不要再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是商业区，更何况未来那个旁边的那威海营区，哦，幺三幺舰队要迁走，整个盖起来就是商业区，不是多好吗？对不对？游人过来也很好啊，你不要一个死板板的政府官员在那边嘛，对不对？你也不用过踏咖啡戏，这个要整体的这考量啊，整体的发展嘛，哪有人说？好不容易一块美好的精华区商业区，你还要把它弄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边哦，真的要期待我们整体的市政府啊，这个好好的哦，去为整个基隆市民哦来打拼。然后呢，我再想再问一下那个产发处哦，很简短的就给我回答哦，我们在大五仑呢、啊、不是有一个大五仑工业区吗？那过去哦，从新政府到现在呢，包括六堵也有一个工业区，包括大五仑也有工业区，总共有招商几家？你简单回答一下，不要浪费时间，我只剩下两分钟了，你要让市长赶快下来哦，不然的话，哎，快点回答。那个六堵工业区跟那个大五仑工业区，你是指今年吗？两年来啊，嗯，两年来大概进驻了大概将近十家左右。两年十家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创造机会，对不起，那个不是我这边统计的，是哪边统计的？应该是社会处。社会处，好，社会处回答一下，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他有十家企业。报告议员哈，目前手上没有这么细的，是啊，没有资料，以后要联系，没关系，坐下来我也知道，你突然间被点名，好可怜，以后啊，横向的联系要做好。对不对？事务会议你们在开什么？事务会议就是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大家互相联系嘛，对不对？我们的市长哦，这个要好好的，要管理要有。第一个，今天的咨询重点，第一个，平抑物价，我们希望果菜市场可以尽到一点功能。第二个，我们基隆屿，我们希望期待下一次的会期能够告诉我什么时候开放。第三点呢，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告诉局长、警察局长编列办案的补助金啊、哦。第四点呢，我们的这个就业机会哦，拜托哦，看一下我们的企业进来，如果有十家，你也要知道增加多少的就业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督发处啊，你要人就赶快跟市长要人哦，然后呢，赶快呢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城市啊的这个形，这个整个风貌改变哦，然后呢，不要让人家埋怨哦，给人是翁西啥立皮哦都出不起来啊，然后啊这样子呢，才会有更多的人进来。那当然，包括我们的政风处也好，所有的局处也好，希望你们在约聘雇人员的这个禁用方面，要有一个公平公开的机制哦，让大家都是人才有所使用哦。那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市政总咨询我们李美玲的这段时间已经到，我们下一位由我们张耿辉张议员市政总咨询，从11点开始，请准时开始。喂喂喂，一二三，我们尊严的议长有听到哦，一二三，一二三哦。
喂喂喂。待会啊，有时间，因为美玲已经问了，有时间我会问你，哦，你要让背景掉，哦，没时间我就没，哎，坐在旁边等一下，哎，旁边等哈。哦好，这个时间由我们张耿辉张议员市政总咨询，我们计时开始。好，谢谢议长哦，我们市长，我们秘书长，市五级处长，媒体先生、记者小姐、本会同仁哈，还要早安哦。我想，当然还没执行之前呢，当然客套话我在这边就不诉说了。首先在这边请主席裁示的，因为我的议题很多，假设官员打龙堂的时候啊，我就会给他停止啊，我用改书面执行啊，啊，先请主席先裁示一下哦，陆案陆答行。好，可以。好，我们请市长，市长上背景台，我们交理处、厂花处、主计处、财主单位。请都上背景台哈。我想啊，施政啊是有延续性的，是千头万绪的，在整个施政来讲的话，也要均衡性发展，因为市长
你的选票是来自啊所有基隆的市民十几万人。但本席啊，就您两人，您啊下个月你也啊期满两年的。但是对于整个理念来讲，个人啊本来对你是蛮尊重的，一直看一直看，结果观察两年，你的台语讲义啊，你的施政理念啊顶重头轻啊，市长台语讲重头轻啊，国语动头听，台语要怎么说，你先答复这个重头轻，重头轻，重头轻，对，你答得非常重头轻，就是说啊你都是完成重视在那边，你的基隆火车站啊，城乡风貌啊，你就发展那边。我举例讲，早期的我在前面，你看的对面那个图，为什么会有副都心？基隆市副都心，市长就是你城乡风貌，什么为什么会副都心？你简单讲，副都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副都心。不是，什么叫副都心嘛？我想副都心的话，就是当一个城市的一个机能，达到一个非常饱和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必须要这个做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城市都市行政机能的一个调整的时候，那会有一个所谓的副都心的一个策略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目的。简单讲啊，其实啊，是不是说你主都心饱和的，要发展到另外一个副都心来协助主都心，因为你主都心够安换嘛是。变擦擦的啊，你啊，瓦新啊，你啊，它不会带动区域的发展。就像前台湾省，我在几次定期会的时候，我也跟市长你讲得很清楚，所有前台湾省，它的行政新的副都心啊，新的行政大楼，几乎从未台北市开始省，都也副都心。你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所有的通通在副都心。那既然两位前市长已经把基隆市副都心设在七堵区，为什么七堵区会有这种条件？你举例讲，你讲几个简单的讲几个条例，七堵区为什么会有副都心？你告诉我。我不清楚前两任市长他们所谓副都心的一个想法不过我看起来这几年是这是一个口号，并不是实际上在推动。难怪嘛，你到现在答复你还是这样子嘛，这个字字不提啊。就好比我时常讲的一句话，副都心啊，基隆的副都心啊，好比桌上画画，墙上挂挂，看看就好，仅供参考，你随心所欲，因为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的施政理念是这样，在我的不是上当初你所预言的时候，所刚好执政的时候，不是也当市长的时候，第一届谦卑再谦卑，你现在没有了，高傲高傲再自傲。议员再怎么讲啊，嘿你唔知啦，啊嘿怎么样啦，嘿你再知啦，拜托诶，阮是咧嘉阳市啊，你干嘛做四届啊？你市长才当多久？我也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副都心，我告诉你。七堵七，难怪你讲不出来。它的土地面积啊，占多少？你知道吗？吉尼瓦，七多库占瓦的，吉阳街中面积地占瓦的，你有没有不知道？两袖清风啊，功课也不做就来了，占多少？总面积的话，我想可能要还不知道嘛。你看两年了嘞，市长啊，不要光出国去啊，多多到地方上了解啊，报上去市长人点贵的。不是市长这样来，我讲啥，你大家凊彩讲讲，开会讲讲就好。我讲过，歹势恁都要听我的。市民都在看呐，市长人点贵啦，还有广大的福地啦，还有呢，其他优点还有没有？你讲，再讲。我不晓得张议员，他为什么当初会列为副都心？你讲清楚些。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列为副。你不要讲那个，不管是当初怎么样，你觉得七堵区的条件怎么样嘛？你告诉我，讲不出来，还是我帮你答？我帮你答。好，我问这个交理处长，你时常搞交通的，
七土地的条件怎么样？您讲，交李处长，李处长。七土它靠近汐止台北，它是离台北比较近，所以动行方比较方便。还有呢？还有呢？讲不出来了。我告诉你，你是搞交通，你搞不清楚。你每天就上班去，七堵的条件啊，铁公路啊，非常近前。铁路一等站，花了好几特等站，还不是一等站呢。特等站，它是三铁共构，具有什么？高铁的规格都已经准备好了，廊带也准备好了，去西部高级列车始发站，东部自强号高级列车必经的站，你搞懂吗？这样听懂了吗？懂了哦，不要不做功课。公路有哪几条？我问你，来公路，你交通的公路啊？公路除了一般省道台五线以外，还有台六二、国一、国三也经过福清市。你稍微给你60分，有及格。新旧台五线，北二高、中山高、大华系统、六二快速道路，这六条，市长，这就是条件。还有七期重划，土地3万多坪，等一下我再讲你的市政大楼，你不用，用1000多坪。我说为什么主计处啊？你在那边觉得很无辜，等一下会让你算。你这样搞。基隆市啊，要这样的话，永远是这样子啊。大家各搞各的。基隆市的市民啊，我在这边讲啊，你买卖万碳啊，所有其他县市比我们好，因为一个主政上去以后，反正我们的同仁啊，也会帮你啊，一起来答复啊，我们监督的变官员来答复啊，就这样搞，养护队买几大堆。基隆市怎么搞好啊？我想到副都心啊，我想啊，市长，刚才副都心也给你说的那么清楚啊，请问市长，你上任后啊，上任后啊，你对这些副都心啊，你到底有从事什么东西啊？这8块土地，除了一个底地，底位。这几个区，3万多坪，你不好好利用，你做了什么？请你告诉我，简明扼要，你做什么？副都心，我想谢谢张议员对副都心的执着，不过副都心需要的条件，不是我问你说你上任2年在这里做什么？你告诉我。我想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哈，如果是针对这一个从化区的一个利用的话，我想第一个，现在七堵火车站哈，台铁局提出多目标的一个使用的申请，这个市政府已经准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在这个区域，市长，我是说你不要光台铁，你是本身市政府做了哪一些就好。不，我想这个是必须要配套，如果这个地方要发展的话。好，你简单讲，1分钟，我不要超过时间，我要用你书面的。好，你讲。那第二点呢是大家都知道那边2块地，一块地是市府的，那另外的地是国有财产署的，并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之前我们也在努力做商业的一个使用，不过如你也知道，之前也讲过很多次，这个国产署不同意，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换过来，现在暂时开辟为停车场来使用。市长，我来讲。拢用8号地，地地，这地都是啥？松顶堰，这两地，就是即马台铁交予国有财产署的。你外面花那么多钱，要搞基隆市的交通问题，解决交通问题，在仁爱国小、信义国小花了5亿多元，去花360个位置，这两地你是安怎把先改地改好处理呢？你整体以后发展，你很厉害啊！你现在条件很好啊，上达天梯啊！
你的这个关系很好，你就把那个城市转运站临时的管永久的，你没有办法吗？你整片的以后通通规划以后，市长做后有没？我不是在指责你，姐真的要用心一下。尤其啊，李刚李处长啊，我对你啊真的很不满。以前一个我们市长讲的高进光，我们同仁都称他的碰红追根，整片的你当初跟我讲怎么讲，已经转运站要做的，你跟我要用一个什么啊什么促商法杂技场，那不会解决吗？还说没有人潮，没有建设怎么来的人潮？一定嘛，无建设唔是为者拼的，也有人潮呢。你唔是牙齿啊，凊彩叫叫规大堆人，那有人潮。真的，我对你们真的失望透底了。八块地这么好用，都不会用。哎，你对得起基隆市民啊？我等一下再讲，以后就叫你啊，算钱的。我土地以后，等一下你准备算钱。我那时候还建议啊，我那时候还建议你这一次啊，施政大楼，谈到施政大楼，没我们李议员要我好好来追究。我施政大楼谈多久了？第一届就开始谈了，1997年我还有规划报告呢，这边市长规划报告那一张我也送给你的哦，八个地方。当初议员，所有议员提了八个地方，议员好几个提，不是你现在高兴怎么样？我刚才开张民意我就讲得很清楚，你是随心所欲，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规划已经，规划会出来的，这一次记者看一看，106年的规划会出来了，多少？公务处长。编多少？因为编到你那边了，多少啊？净土的费用750万，然后另外就是设计建造的部分，考量明年的执行率，编的500万，总共是1250万。总共6年编呢？你这个怎么写的清清楚楚？你昏头了。2亿呢？编两亿建造会呢？是那个规划设计跟建造加起啊？对，多少？2亿嘛。市长卡就足紧的，今天市政大楼我讲外久啊？讲几十年啊？你真久就定案，定案我紧啊！承认我们议会的同仁讲，你在商业区呢，请通平呢。那个主计处啊，处长，听伊讲啊，那个商业区价值啊，连同市政府建造费加工程费加起来，差不多几十亿。这块地如果卖掉，卖几亿，一二十亿有啊？加加，让你算二十亿啊？20亿左右的。当初我规划的施政大楼是在7堵7，这个是机关用地，可以用的面积有10000多坪，多那个29.55倍，都没开机，明德国中的预定地。我请问交易处长，你坐着就好，你直接上执行台好了，人家看到你，不然你做那么多事，来执行台那边。我问你，现在明德国中还要不要再盖啊？议定的还要不要再签校啊？会不会？不会了嘛。好，请回座。市长，明德国中已经不会再签校了，10000多坪的不用买土地，你却不用。你直接哦，难怪李议员送你一句话：上台童子。那个主计啊，圣旨真哦，差不多。我要讲啥，问你啥，遐话，安拢几百。这地啊，一个1000，来注意省哈，1327坪啊，哦，基隆那一个可以用多少？1862坪啊，安尼几倍？算出来嘛？你我有请你带计算机算出来几倍？我再讲一次啊！吉隆那一块可以应用是土地面积可以应用是11862坪，林园商业用地可以用的才1327坪，
哎，贵呗？几倍啊？8.94。什么？8.94。什么8.94？我一个1000多嘞。刚刚不是讲那个1万？我总共一个11,862呢。一个是1327呢，啊我。除以1327呀，出来就是8.94啊。8.94平啊。8.94。好了，备品我备备我好，你请回座。对不起啊，因为我数学哦比较没有，所以你才会当主计处长，所以不会当主计。好，你请回座，你请回座。处长，听清楚没有？8.多倍，光土地的面积哦，土地的面积哦。那个财力更不会说，加起来至少有20几亿的产值。你不是啊，口口声声啊，母邮轮港啊，连个5星级都没有，叫你住啊，长花住。最近有没有招商啊？5、6星级的，有没有？啊？你讲啊，有没有招？没有啊，没就没有啊，坦诚的没关系，有没有？没有。嗯，没有嘛？那邮轮来往哪里带啊？往你家带还是往我家带？往议会带？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也没有大型的森林游乐区。讲到经费，我刚才讲了，那互动先等一下一个一个来讲，什么都没有，有什么高兴的？在报告中写的洋洋洒洒的啊，我们突破75万呐、啊，问题70万带到哪里啊？下车尿尿，往台101带。这个啊，我想啊，市长。当初我为什么本位同仁也会反对啊？我相信啊，假设国民党或是我们议会的人都同意你这一块的话，金家议会哦，对不起基隆市民的啦，花那么多，我们早期的规划会花了多少？本来是应该站到基隆市第一位，我本席站在基隆市的议员身份，站在是七堵七的议员身份，我当初也讲得很清楚啊，大家比条件，结果条件最好的是基隆。对面那一块地第一名，结果市长两位市长自己打，我跟他一样，我不会跟他对白啦，没说到很好听话啦，也没跟他到达户啦，我直接干。结果历史建筑物不能干，拖到那边回转了10-20年还在那边。我希望你是一个明智的啊，你读个足聪明的，今仔本事甲你点无，该收的爱收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市长，整个我希望你们整个基隆市政府啊，要重新的好好考虑。当初副都心也是希望基隆市全部来发展商业。然后机关用地集中在土地比较大的，好好规划。啊，你讲你细腻急着你要做什么？施政啊，是千头万绪的，或许要10年，或许要16年，才能看得出整体的进步。我们是前人种树啊，后人乘凉。不是你上任你做你的，前朝有好好的规划你不做。举例来讲。你除了这样，我还告诉你，你还换了什么？你知道？除了副都中心，你不推城市转运站、交理处，你说门人啊，拿了一个来贪污啊？你户主我知道，但是啊，不要当分金，分金啊，你怎样？交理处啊，分金，你这处长也是主张单位啊，知道？什么是分金？打一打，什么是分金？那是以前的皇帝吧。现在不是啊，现在就不要要头脑要清楚一点啊。我想啊，第二个我想谈到的，不用了，副都心不用了，这个我讲得很清楚的哦。我说明一下，说明记者会，让我们开记者会，记者等着哦。记者有你听哦，卖电话时间，我会的。好，我想啊，120该给你答复，我会给你答复。105年的《自由时报》有谈到自由经济示范区，蔡总统不推的，蔡总统不推的，
在十月二十五号、二十五号、二十六号见报联合报。这个自由经济贸易区啊，我不晓得何谓经济自由贸易区啊，市长，你站在上面叫经济自由贸易区，你站，你先讲。我不是非常清楚他这个立法的一个内容，不过如果依照字面的话，他是为了要让这个货物、人或者是资金或者服务相关能够这个自由的贸易流动，大概是这样。你差不多五十分，长花处啊，恁的家己本科的怎么讲？经济自由贸易区？自由经济贸易区实际上是从外面进口一些原料进来，然后在我们的前店后厂里面做加工，不用去免掉一些税的，它可以直接流通。对你答的市长，你看啊，这恁的参谋好加在一帮我，海关拢未该干预的，就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在那边加工，刚刚讲了，海关就不会去干预你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当初说的六海一空一处是哪？指的经济贸易区，六海一空一处，市长你怎样？什么是六海一空一处？这很重要啊，经济自由贸易区哦。你答不出来啊，市长，我看你卖个出口啊，好啊，好啊，点咩？好啊，研究。六海台北、苏澳、台中、基隆、高雄、安平，这六个港叫个六海，一空桃园航空站，一入屏东生化科技园区。当初在推这个案子，第一阶段推得如火如荼啊，如土如火啊，你们当初我告诉你们了，当初在推的时候。你们号称赖神的啦，台南市长赖清德，还有你们的局姐都赞成了，而且很热烈，很支持这个案子，一直在推。结果万哉市长，你对于经济自由贸易区，对于我们基隆市能够起死回生的时候，风华再现的时候。你既然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你现在我没有请你答复，不用答复。经济自由贸易区，所谓我们有那个交理处长，我问你，你在那边也显得没有事干。交理处长，我们的前店，我们有后厂在哪里？前店在哪里？这个不是我管的，不是你管的，交通的问题你要了解啊。如果交通的问题，就看它的区位在哪里。我告诉你啊，你都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前店就哪里，你知道吗？港口啦，港靠后厂就是来无兄你的产业发展规划科技园区。胡来啊，你胡来、啊，管理台长，林处长。虽然说我们在轻松的，但是表面看起来很轻松，要严肃的答复。什么是那个？你长花处规划了没有？你刚才讲的啊，答复李美女议员啊，那个大五轮跟那个什么六堵工业区啊，增加十家厂商是哪十家？有出来了，我要去查哦。有了啊，哪十家？现在要念吗？念出来就好，哪十家新增的哦，两年内哦，不然到时候我去查他，结果来三年了，你给他报两年。你下次要找你七家了，他我说约十家了，这个不能那么七家十家差三家嘞，你要乱答复给李美玲李议员知道的话，你就乱答复。书面资料再送给哪七家啊？你去七家店出来啊！啊，我找这个都有记录，都有录音的嘞。啊，哪七家？还讲不出来、啊，刚才已经休息时间已经告诉你了。有了，因为要点拿就拿去加。好，来，我讲不出来。来，那个道龙工业区一共有4、5家，又变五家？没有啊，六堵两家。六堵两家。对对对，那道龙工业区是富益科技，然后另外是街泉金属，然后保利有限公司，还有宜之轩。
还有安心工程行。那六组的话有益彩生技，还有台艺耐力。好吧，算你念对了，但是你要跟那个谁社会处长要密切合作。是。你知道他就业几个人，他说他不清楚啊。你，那我们李议员一问的话，他说是劳动局下来的。问题太细了。不是问题太细，你要掌握，不是。是你们现在是期末考呢，上半年就是期中考，不是两袖晃一晃来基隆市议会那么好干的。我这个书那个图都2500块呢，没有补助的。用心一下，真的用心一下哈、哦。我讲到，哎，自由基地贸易港区啊，市长，你现在不用答，因为我的问题很多。你现在我要你答的很简单，市长，你也在经济自由贸易区，让我们基隆市起死回生。我本席非常遗憾，蔡总统讲这一句话，你完全没有动作。甚至于也没有看到你召开记者会，表示这个经济自由贸易是经济示范区，对我们基隆都不重要，因为你都没声音。经济自由示范区啊，对我们非常重要。基隆港用牺牲掉，基隆港被牺牲掉了。现在要起死回生，就是看这个机会。当初我们本位的还有去考察。到西岸那边码头、仓库等等，市长，你说基隆市还有什么好？你告诉我，没还没啦，我给你答复，我也叫答复。你们这记者那么多，在等着你，你开记者会没关系。我告诉你，市长，经济自由贸易港区啊，你要做的第一点，我想，基隆的河谷廊带啊，督发处长。督发处长，整体规划，咦，督发处长，你规划的怎么样啊？我们这小齐处长这个很认真，身体还是要保重啊，每天都睡不着的。督发处长，是，你规划的怎么讲规划就好，打算几年整体规划？我们现在已经招标出去了，然后预计是在那个总共时程是一年半的时程，我们要把它规划出来。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中间过程其实跟议员报告哈，这中间过程其实，从南港汐止沿线所有的计划跟所有的地形图，我们已经完成整合这一件事。另外，国发会已经预定会去做工作圈来协助，跟我们市府一起合作来去推动这个基隆河谷廊带。一年半通通规划完成了，会后资料给我，这个都有录音的，会后资料给我。那厂房呢？厂房处，你准备怎么去招商呢？跟议员报告，因为等他那个规划出来以后，那我们大概就会配合说 IOT 的产业的话，大概要怎么样公布，就是说等他规划出来才会进行细部的布置。你要积极的，这已经推多久了，你还在细部要什么布啊？这个中国大陆已经一直想捅我们了嘞，但是细部还要等到什么？这个讲几年了？上一次也跟你们提醒要做早规划，你们就放在那边呢、有没有成立单一窗口服务？有没有？我们现在是透过那个公车位来做这方面的服务。公车位是六堵工业区还是大武那个公车位还是什么位？是不是公车位是我们那个工商工商促进会？促进会，对。就是大武的那个有一个促进会还是什么？不是基隆市的。我们去年就是在今年成立的。今年是不是？今年有成立，那就是成立单一窗口、哦。是。好，招商，单一窗口，成的整个编组人员啊，会后啊，提供给本席知道，因为我执行最大，你知道，提供啊，刚才我也请示，这些要拿给我看啊、哦。好，那个刚才啊，李处长啊，为什么说我自由经济贸易港区为什么会很重要？对你的交通会很重要。未来你要去规划什么厂房的时候，厂房整体要怎么运输？所谓南科、西科已经饱和了，我们现在的就业市场90000人往汐止南去工作。吴英刚尤其这个冬天呐、一大早就起来了。市长，等一下我会讲到后面，你就很观摩感，我们再来谈。套炸，天未光，爱坐两班车，
回来不知道在吃，暗回来吃点心，回来三七半暝啊，八九点啊，暗时啊都做一摆吃。我们意思是说，南科、西科、宝和未来就是考量我们整体规划。刚才都发处也讲得很清楚，产发处要招商，好好规划加工、科技加工等等，后厂送到前店，我们前店就是优良的天然港。市长，你不要忘记哦，基隆港、台北以北的中小企业，你可以问，你也可以问看看，出口通通在基隆港。邮轮，你不要每天想着邮轮，邮轮你要花带到哪里去啊？我刚才讲了，五六星级饭店没有，连个缆车也没有，你要花成什么？有什么好高兴的？所以说啊，我是在泄你的气，也重点，施政啊要谦卑谦虚，要细心的听我们议员的建议，不是你市长讲的，反正别人怎么讲我都不会去采纳，我讲的才算数。不要这种心态，安尼你刚才一改了，你只有一届的，因为全市市民都在看，看我们讲的有没有道理。讲没道理的话没关系，记者在那边花那么多钱，你不花，你搞了一千多坪，那个不会卖掉吗？那钱不是钱啊！你要建造会要用什么？我要你打，你有没有打记者？记者会让你哈、哦，你针对你满的委屈的话，我会让你打哦。还有市长，我想你因为今天很多人你要打的机会很多，深港计划市长我也同意你跟中央建议啊，深港计划风华再现。但是啊市长我要提醒你，还要做一项。市长刚才说没有缆车，为什么说你的东岸的鹿港四五必杀段4.6公里，为多少里长？中那个交理处啊，我问你看看知不知道？交理处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在哪里？你也不知道，那你上任只是做你们，以前都不知道，是不是？你告诉我，知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你们这官员太好干了吧？为机关做你的，为你做机关的吧？我们议员是没有礼拜天礼拜六的，杀姑罢免还要被人家点招呢。哎，不乖啊市长，团队就是这样子，我官吏顶改前天任怎么好规划的我一概不清楚，交理处主管单位竟然不知道，混得太凶了吧。4.6公里我告诉你啊，从哪里回去看一看，难怪你的转运站都把我去掉暂缓。那个从哪里？我告诉你，从我们立体停车场们拉上去的。我再念一次啊，组长，下一次还会问你。四五立体停车场，一信就是信义路的停车场，到中正公园、海门天险、祥丰弹药库、杠子寮炮台、捷运必杀站。4.6公里，你不推，你又会搞的你自己想的。今天啊，本席啊，你至少要向本席啊，市长，本席当初自己党没信守承诺，我把我的心血房子卖掉，4个月嘛，跟你兄弟不一，你过去，还跟谢国良，我党的温系耶，写历史。我告诉我家里人，我写历史。自己的党没修行，我离开，我没有怨言，我也不会在电视台骂他们，因为至少要感恩。只是道不合自牧魔，我离开。就是因为总统来这边没有承诺，我召开记者会，我在9月21号把党政缴回去。但是啊，这几年啊，国民党还认为我怀念的地方是他们没有处理我任何党纪，把我的党政啊放在抽屉里面，说本席是做对的事情，中央没信守承诺我离开。我是不希望啊，像陈新颖讲一句话、啊，贪污的主席还是做不好的主席啊，没有跟他切割的，
他是我们要讲那个做不好的。当初马总统主席您陈水扁总统那时候涉案进去的，哪一个跟他切割的、啊？陈信义讲过一句话：哪一个政治人物没有拿我爸爸的政治现金啊？今天基隆市，我是觉得市长你要有所为。你的老板啊是基隆市的市民，十几万选你的，包括基隆市三十几万人口是你的老板，不是蔡总统啊，他没有选票。那有，除非你都亚优对白，你怕跟他正面冲突还是跟他抗议，你会给那边提名啊？不大堆一大堆同仁还不是这样子吗？像议会帮你解释的很多啊，官员也很多啊，监督的不相对的，人家打电话都来念你，在议员那些干都来做官员，你不知道就多在看呢。市长，我希望啊，你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本席问你一个问题：当基隆市民的利益、整个未来的前途比较重要，还是你要以党的利益比较重要？答复：以市民为前提，还是党的为前提？你告诉我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当然是以市民的利益为主。啊，意思是说，那经济自由贸易港区，你为什么？啊，简单讲，还一分钟，一分钟哦，太长的话就用书面了。好、哦，好，好，谢谢张可仁议员，那个张议员非常的用功哦。所以我想简单来讲，第一个哈。这个刚刚提到的自由贸易港区跟经济自由经济示范区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好、哦，所以刚刚张议员是在谈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区，好、哦，所谓的六港一空一处，现在还是继续推动。那行政院的一个这个推动的一个办公室呢，也并没有裁撤，好、哦，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希望张耿辉议员不要。误会说好像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区，市长不好意思，你刚才是自由经济港区，自由贸易港区不是示范区，示范区不是，但示范区是包含的，他这个是示范区哦，不是，我跟你讲，经济报纸写错了，联合报写错了，没有，这是两件事情，好了，市长，那那个经济自由，这个必须要说明啊，自由经济示范区。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推？是因为他的法律《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没有通过，所以现在没有法律的依据，没有办法推。但是行政院的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推动的办公室并没有裁撤。你意思是说，我们基隆市这个港还是有继续在推？是，就是说那个自由贸易港区这个还是继续的。继续推啊！所以张议员，你不要误会，不用担心。好，我对你要继续要坚持哦。这个起死回生的、啊、让你有解释的机会哈、啊，可能就经济自由贸易区啊，报纸写错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没有写错，但是它是两件事情。两件事啊、哦，是，这样才对了，不然我会气死了。啊，这个啊，这样血压上升，啊，好、哦，来、啊，我告诉你，来，那个10月31号啊，社长，那个梅基台风啊，造成豪大雨，造成了基隆市啊多处啊。包括我们的消防局，包括公务处的等等啊，报了那一些灾害的情形啊，你在这一次啊，市长这份施政报告字、字不提，这是被系统关系没有？你自然字不提啊，市长，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字不提，没有在施政报告到底这一些。虽然说有在报告资料里面写，但是本席是建议你应该，你是一个市长，当机立断的在施政报告，你要勇敢的为市民抱歉，为什么每逢大雨必淹，我会想尽办法不要让市民受到这么大的困扰，你应该勇于承担，不是说啊这以前就都会淹水啊，我现在也不知道，没办法，你要坦白的告诉基隆市民怎么处理，包括大华系统交流道，大华系统交流道哦，62快速道路，
那公务处你应该有掌握哦，那个整个实数都掏空了，未来会不会包括地震再有来了好大雨河水把那个冲垮掉，影响上面的行车？市长，你这个都置之不提，没有在我讲的是总实行哦，你看四本的报告里面都没有哦，啊，这四本，这本啊，咱这摆第四组都无，你有报告在里面吗？没有，有吗？这个我希望研考处啊，我还叫你将来一号用心一下哦，实事的要用心一下，哪怕是前天的，你要赶快把页数抽掉。市长，你置之不提，八堵那个铁桥下面的涵洞，每逢大雨必淹，什么时候解决啊？市长，你对于这个大柱子有没有了解？我想这部分我们都已经编列预算了，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像八堵还有几个这个今年容易淹水的地方，我想我们都已经编列预算就公。好好，谢谢。说那公处你站在原地就好了，你什么时候那个涵洞我知道，我有去会勘啊，高工局也有来啊，一人出一半，现在我们出多少？那个大华系统交流道那一部分的话，我们目前在那个设计中，大概这个月会设计完，那么预估大概四个月左右会把整个部件工程做完。然后比较容易淹水的部分，大概明年度的预算都已经编了，所以后续我们大概会陆续来推动，设计完成之后大概明年就陆续会来发包。啊，那个八堵淹水，每逢大雨必淹的，那个是编明年度的预算，也都明年，对，都确定，确定。好，我告诉你，预算书里面都灾后的什么时候你会有资料给我，用书面的哈、哦。好，请坐。那个，我想啊，市长，你在市长施政报告中啊，提到啊，台湾为不折不扣的国际邮轮母港，毋庸置疑的，从数字可以证明啊，我们全国的邮轮啊停泊的次数啊，等于占了全台的89%，等于比台中、高雄、合计起来他们才27啊，七航制啊，那等于是说我们的航制很多，而且你也兴致勃勃的，明年啊可以突破啊70万。那刚才我又问了，游轮来那么多，你怎么去接应？你怎么去接？第一点，我知道，等一下，有没有大型的五六星级？我问你这个问题。第一点，市长，我先问你，基隆市啊有没有五六星级的饭店？目前，市长，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我想比较条件比较好啊，我们只有一间是。就啊，其他那是三星级的，三四而已啊，没有五六星级的，啊，交理处你知道的，好，让你打我来，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会有？因为目前为止啊，游轮的旅客来讲的话，他住宿本来就不会在岸使用岸上的，所以这个部分的我们观光旅馆、啊，那你有什么高兴的？你来七十万有什么高兴的？哦，没有，他没有在这边住宿，他是下来下来往哪里？因为旅客来讲，他有不同的101啦，我告诉你，你往哪里带？你跟我讲，你要往哪里带？报章也像去年海洋量指导也跟您报告，他、要去七堵，真的是吃不下这样多。就是讲你无规划嘛，我带你到我发展，你们观光休闲，我要讲一套的，编六十班是要冲啥呀？我等一下那个推动那个板子不是写假的，推动基隆副都心给停板。推动休闲农业发展，雷大雨小，听听就好啊。推动假啦，预算见证。等一下，我再讲你预算。市长，不折不扣的，你往哪里带不知道，也没有五六星级的饭店，所以本席啊，要大胆的建议市长，第一点，你要以我那讲好，你要听。引进大型的厂商进入，比如讲你那个公车处，那一点明明的商业区，就合同较大间的，那个会卖钱。你开那边本来卖掉，会再开一二十亿。你讲建造费不用工程费吗？你到时候要不要盖个市政府1000多坪，
一万多坪你不弄，也不用买地，就你那个地不卖，你那个干脆你就商业区啊，卖个新华黑头桥大型的矿面，大型旅馆兼百货公司，对不对？那产值多少？所以我第一点建议啊，你一定要引进啊大的财团进来。第二点啊，市长，你怎么管理的行动啊？你要全面检讨，检讨什么？尤其我们林处长会很感谢你一起合作，找中央立委啊，我们立委那么好干啊，山坡地在不影响安全前提下，你觉得大武仑啊，那个大武仑啊，外木山啊，外木山那个整片的保护区那边漂不漂亮？市长你认为漂不漂亮？漂不漂亮？你就答我，很漂亮嘛。那个都是保护区的，平平的。你敢想看吗？如果那边比较远雄的话，远雄还是要总共阴哦。那个我们市府的官员，其他不是没有事哦，不要那么嘟咕哦。等一下我问你，那个中华柱，喂，差一点了，你有没有到过远雄啊？引来啊，中华柱啊，处长，没有，人事处没有，主计处都没有到远雄啊，花莲啊，远雄饭店啊，哦，那个主计处有啊。漂不漂亮？漂不漂亮？你起来打雾一样，漂不漂亮？原地就好了。适合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啊。不管是怎么样，很漂亮哈、哦。好，是市长，远雄你刚才做也漂亮啊。那个要经过坟墓的，古尾路、新尾路位刚边下开，人家就做那么好了。那个还是经过坟墓区的，旁边还有个雷达站呢，对不？市长你应该有观察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你那边你有没有设想？当有山有海，马林在发展休闲也很漂亮。你那个时间不要再浪费其他时间了、啊，去打通一条，然后前面检讨我们山坡地解边，在不影响安全前提下，找应用你的关系，找立委，找总统，请他来支持，因为他。中央把基隆市列为邮轮母港，我们就要有相关配套措施。林处长，本席讲的有没有道理？你点头，我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计划。你要有那个魄力，要基隆市发展成为国际邮轮母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让我做，基隆市发展什么？想一想啊。当年基隆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啊，市长？身份证是 C 开头的嘞 ，A、B、C 也 C 的。那个民政处啊，民政处，你我那个板擦我还是有看到你透视眼看到。民政处长，那个 A、B、C 身份证啊 ，A 是哪一个地方 ？B 哪一个地方？啊 ？A 是台北 ，C 是基隆。哎 ，B 嘞 ？B 我可能 B 不知道。台中省政府所在地台中区，好，请坐了，我这边有看得到，因为你起来我就看得到。B 市长，我们是 C 开头的 ，C 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当初基隆港，我们全台湾省认为我们掏金的地方，一路、一二路、小上海，11点、12点以后还是灯火通明。老的公棍，今嘛哪？现在怎么样？背高点嘛，微蒙窜火，你可以去看，尤其礼拜天更冷冷清清的。所以这同样的，你在施政报告中有谈到的，基隆市啊，你那一天建港130周年啊，我不是反对你办庆祝活动啊，敲敲打打啊，彩街活动啊。你就让基隆市民感到光荣骄傲吗？市长，不是的。我希望你务实一点，务实踏实，了解市民的所需才是正确的。要了解我们90000人辛辛苦苦的一大早往汐止洋去工作，了解我们37万在一等站每天给我们每几班7多站。要跑到松山站、南港站，再折回来，
基隆市民有个骄傲光荣感吗？徐处长，你认为这样光荣吗？你答我，光不光荣吗？你不敢答，光不光荣？作为基隆人，永远是光荣。这样光荣，你们处长都这么讲，因为你们市长讲的是光荣骄傲，本席也知道答案，你已经很光荣的。因为你这股这位把他跟着市长走啊，市长这个不得了，这个很始终。哎，讲良心话，全台湾省都在看的。这种处长，处长真的有。长华处长，你认为光荣吗？光荣吗？我看你也不敢讲啊，你讲光荣不光荣的话，市长马上给你换掉。你也是光荣嘛？你讲我要让你们答我，光荣吗？我是新北市的人，我是在那边出生的，但是搬到基隆，我觉得 OK 啊。基隆 OK 哦，啊，交通处更不用讲了，啊，这些话别跟我们啊，我觉得很可悲啊。全基隆的市民，你们就要听耿威在这边讲，连处长、主管处的相关单位。要发展，认为基隆市民每天在车厂工作的就业问题，要往汐止洋去工作，每天至少有些要做两班的，像我女儿要做两班，我不会因为我自己我搞进来议会还是市政，没有一个，这两班车啦，定啊几点啊？你要讲到这些高房价。低薪资，没有就业市场，已经把台湾的青少年，跌到不知道要怎么找不，更别说买厝了，造成少子化严重的问题，你们这些还觉得光荣感？那光荣感在哪里？解决普悠马太鲁阁号，坐到上山站，爱家人也市民坐到上山站，我问你，这段时间两年之间，你们有去找？请蔡立伟亲自去找交通部有没有公文回函怎么样？请你市长有没有几次？有没有公文？交易处？哦，这个我没有正式，但是我们都有透过管道有去问，问相关的他的配合。那像张元您讲的，普悠马在七堵本来就是有车，不用到松山。几班啊？你还要有车？四班。什么四班？你的资料都错误的啦！我跟他电影，因为时间上关系啊。我都校正过的，我会用资料拿给张爷。我这边写的一清二楚，我还特别打电话问你，干几班呐、啊？没有七。普悠马太鲁阁号，你那个是讲含太鲁阁号。哎、欸，太鲁阁跟普悠马我们是同一等。我告诉你啊，我每天十个表单的，我是这一次没有去而已啦。欸、我会后可以拿十个表给张爷。那你有没有去找他们呐、啊？不，因为他本来就四班，所以他没有影响。四班来回已经两班回来两班。不是，来回各四班这样，一个是三班，一个是班。你要我再念一次，我已经交证了，你好。对，现在时间上、那个、是我们提供的，所以。好了，时间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去找立委吧？有没有去找立委啊？你认为四班然后几刚，你啊四小时四班，你干嘛真多啊？你真的我不想再因为时间关系啊，不能再干下去。再抬杠下去的话，浪费我的时间。身为交警处长，身为市长，你要体系。啊，那个督花处你先回去啊，长花处先回去啊。你要体系啊。哎、欸，长花处没有，哦，还有有。你的后面还有啊，好。我告诉你啊，要体系啊。讲到啊，我想啊，发展。推展发展休闲农业啊，市长，你白啊吼，你讲我讲得有道理啊。雷大雨小啊，听听就好，推动计啊，预算见证。从2004年、2005年、2006年，市长，你的四五边的预算我跟你报告了哦。基隆市休闲农业辅导计划，我讲的不是含中央补助的哦，中央补助我会念出来。总共市长四五配合款，主计的财主单位的，你嘛爱认真听，加加看偌济。啊，我那边问你，我问你安怎？104年度啊，文旦啦、啊、树莓啦、山药啦、体验活动啊，市长，
我们全市的市民听清楚哦，我们基隆市政府的配合款只编60万，六十万，几百公里四年都编六十万。哎，农业计划辅导哦，几百公里你编113万7000块，106年06年度明年的40万，三年度的总共编的113万7000元。休闲农业及辅导管理计划四五的配合款，我讲四五的配合款哦，四五的配合款104年编121万1000块，105年编华电呢141万1000块，106年呢编列14万。我们记者先生啊，我这边有资料的，总共三年度呢，我说不含中央补助，总共40万2000元。想想周遭的县市啊，人家一个同玩节，市长提定了，听光了，人家一个同玩节，我说不含中央补助啊，哪含中央补助，总共1000多万，总共1500多万啊，这含中央的补助啊，三年度啊，市长，这有凭有据的，这你们的计划都在这边啊，计划我的。刚才我看的，东丽家104、105、106，所以我跟你讲啊，雷大雨小，听听就好啊。若是你本会的同仁，为了地方上一直建议你，你还是依然我素，你做你的。我希望我们基隆市民大家听，大家看了这个会摇头。发展观光休闲，财主单位主计处啊，你们对得起基隆市民吗？你住哪里啊？主计单位，主计你住哪里？你起来答复，住哪里？住新北市。新北市，反正你本来六十班，你卖个桥鬼啊！我按那翁处长的话，你那个，我这边还有，因为剩一分钟啊，哦，处长，拍谁啊？好，那个大型的。公共啊设施缺乏不足，严重的不足，市长抱歉了，因为我才的严重不足，包括停车场，大型的停车场，听说你下午你要去会勘了、啊，市长，确定吗？你没可以会勘，我知。基隆对面的那个临时公有改为临时停车场，你十二点四十要会勘，反正你即马会勘拢带恁即款议员拢甲等在边啊，第一要去的，包括市政大楼也是一样，你做恁个啊。预算你规个免编啊嘛，免免上议会啊，拢免啊。你介意做啥就做啥。还有一个很要不得，有营区的闲置的在那边你不用，空军的运输转运站，等下你不爱用。交你处长，知不知道那些闲置好几年了？你知不知道？空军的驱毒的加油站、运输站，搬出去几年啊？顶届就开始用搬出去啊。知道吗？你知不知道？国防部的地，我也知道。现在国有财产金贝级的啦，你现在都是赚光外的，难怪说是要找停车场没有，放在那边。基隆市民只要我听到这一块都知道，每天都经过。不要啊，当处长的不要每天啊下班就急着回家去、啊，想想地方的建设啊，用心起来了。以上啊是本席啊拍摄，一切的执行都是为地方好，没有个人的，这是无党无派的好处。谢谢。好，谢谢我们张永辉那么卖力的市政总执行。我们下午继续我们林明志林议员第一场2:30，请准时。